Sheila here. Today I'm going out with my friend. Even though the situation in China seems to be getting a lot better, but we still have to wear a mask when we go out. We have to wear a mask, but I don't know why I still insist on putting on makeup when no one can see anything. It is a beautiful day outside though, and the cherry blossoms are also out. So maybe we'll get to see some of those. Okay, I'm out of the house now. My favorite part about spring is all the flowers that bloom. I mean, obviously those are planted by someone in the compound. Look at the cherry blossoms. This is outside the train station near my house. Oh my god, so pretty. And the weather is just amazing. Hello. Yeah? I'm with my friend Jiang Jiang. Hello. 今天我们用中文拍 vlog. 真的假的？ 真的。 好好好。 我们现在在交通大学地铁站。 我们今天要去逛一下 前法租界。 上海最有名的武康路。 我们去找一个地方吃 brunch， 然后再去喝咖啡， 然后再去吃甜点， 好吗？ 好。 耶。 耶。 现在在漂亮的徐汇区。你看梧桐树，有梧桐树的地方才叫真正的上海。有梧桐树的地方才叫真正的上海。嗯，谁说的？俗话说。俗话是谁？怎么拍？嗨。The icon of 武康路。你可以把它这样子。嗯。 这也没有感觉，你好像在欧洲，你不像在上海。太热了，把外套脱下来了。今天应该有25、26度吧。<笑>这里真的很好看。看，这条街四处都可以拍到。对。好看吗？好看。 戴口罩，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不需要涂口红啊。我有涂啊。你看得到我在笑吗？看得出吗？看不出，完全看不出。有我们呢。我们到啦，这里好美。还有吗？Oh my god， 太健康了吧，自己。 吃饭的时候是唯一不需要戴口罩的时候，最自由的时候。对。哇，这咖喱也太香了吧！有点啊，有点那个蔬菜的味道。我的三文治来啦！怎么这么寡淡呀？看起来。 Actually， 我忘了里面有什么东西。这是鲑鱼，然后苹果。这上面这个是什么？鸡肉。如果是鸡肉是生的吧，太恐怖了。鸡肉在下面呢、啊。这里有鸡肉。这个我忘了是什么了。哦，洋葱。好酷。这小松鼠鱼。OK， 吃饱了，我们现在去喝咖啡。 在帮我拍照，江江在帮我拍 ins 照片，看一看。哎，好看呢。我就刚看到这个。可以试戴。嗯，这个很美。这里好酷啊，这个房间。对。这是戒指。看吗？嗯，好看。 这个好看一点，对，这个好复古，好看。啊，随便走过路过一家店，就买了一个戒指，就带回了一个戒指，一枚戒指，手做的，手工做的，才60块，对，60块人民币，多便宜呀！走进了一个小花园，没有小花店，这是花店。 好美。
在寻找咖啡的路上。是有咖啡馆吗？有吧，前面里面，前面里面，就在前面。我们现在已经进去了那个 Ferguson Lane。好帅！咖啡店就在前面。哦，就在后面，这里，超级有 ins 风格的咖啡店。嗯。哒哒。嗯，咖啡的味道。手机扫码点单。扫码点单。是不是太快了？It's okay。来买一杯咖啡喝吧。哦，还有券呢。耶、yeah, ，咖啡，冰拿铁。我要拍灯。小朋友，你在干嘛？哎呀妈，这样感觉我的腿好长。腿长不好吗？腿长两米。两米长的腿。这样。张开眼睛，好，头也昏了。现在我们又开始行动了，开始走动了。现在我在前几天我在那个小红书上面有看到，在安福路上有一家店，他卖很多那种高端品牌的化妆品的样品，化妆品跟护肤品的样品。中文好难。Anyway， 就带江江去逛一逛吧。哇，真的哪哪都有。OK， 我刚才说的那个店就是前面这个。哦，那我来过这里，看我的妈呀。Harmony， 那。我今天在。这里卖很多套装。499这个。Kills。这里有好多香水啊 ，Jo Malone， 这是皮拉格慕啊，30ml， 我540 ，So pretty，Oh my god， 好想要。嗯，价格569 ，For the Dior， 这里也卖 detergent， 洗衣的，走了吧，我们要空手的。空着手的离开这里。现在是傍晚5点钟，天气开始有点凉喽。我们现在要去找我们的朋友啦，去吃东北菜，去吃东北菜，去吃我们最喜欢吃的东北菜，叫做米糖。现在我们要走去搭地铁，然后我们要到我们的朋友的办公楼底下等他下班。今年去不了日本、韩国看樱花。在上海看也不错呀。OK， 现在用手机拍摄 ，because camera is out of battery。我们现在已到上海体育馆地铁站，这里是我们朋友上班的地方。你就讲，你就讲。在等帅哥下班啦、啊。下班啦。有饭吗？啊，等 ，say hi，say hi， 走吧，我们走吧，走吧。杰夫刚才他在他的办公室偷拍了我们两个在楼下的照片，我一看就是你们俩。耶、yeah, ，我们到了。就是这里，米糖。上了第一份菜，就是我们米糖姐夫的新菜，猪肝。来，你的最爱来了。牛板筋，炸带鱼，炸带鱼。然后我加的米糖的主打菜锅包肉，我的最爱，超好吃，脆脆的酸菜牛肉。哇，什么嘴这么大海？小陈的嘴里有星辰大海，星辰大海 ，mouth like ocean。祝你今年有吃不完的锅包肉啊 ！Hey guys。I'm back home now, so I didn't film much at Mi Tang because I think eventually we all got so like caught up with chatting and eating. We also had a few drinks. Yeah,
So anyway, this weekend is Qingming holiday in Shanghai, and a few of us, we are driving up to this resort in Shanghai, which is about an hour away. It's called Sun Island. I will show you guys what the resort looks like as well. So stay tuned and see you soon. Bye.